张图书吧。把这么多资源搞过去，不行了，一些公司还了。喂。哎，阿飞峰，你是飞峰啊？这个谁啊？七峰啊？你干嘛去打那个？想干嘛？有啊，都有啊，都教练团是选手都有打招呼。他们是有问候的。对啊，每个人都问我头还好吧？对啊，所以回去就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你就留在这边就好了，回去还要被丢。刚回来春训的时候，林总好像就有跟我讲，对啊，就是说要准备这一场的比赛，身体状况都好的啊，然后手现在的状况也不会说会去担心什么，那现在就是尽力的去把平常该练的、平常做的，然后在比赛中发挥出来，这样把球的位置都看到捕手要的位置，然后跟一些自己平常在牛棚的时候所设定的一个目标，那今天刚好都有做到，每一个球种。每一个球子都有投出来，就其实蛮开心的，指挥然后健康，然后回归到球场上，我就觉得这是值得开心的事情。然后今天要看他丢得不错，其实很为他感觉到开心，希望他可以继续保持，然后帮统一拿下更多的胜利。因为知道今天是对中的队嘛，所以当然会更特别兴奋，然后也觉得希望可以，帮助他们，然后也帮助自己。所以在一开始比赛的时候，就是非常投入在比赛的。打击教练在一开始赛前的时候就说，今天就是尽量攻击直球。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准备好要攻击直球，所以刚投出来我就做攻击，对，都是有准备。把自己的状况就是慢慢的去调整，因为在那边可能强度比较大，但是训练量没有那么多啊，这边回来可能训练量就要多一点，这样才去就做调整，因为离赛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不能这么快就，因为他们是要备战的啊，我们是春训这样。其实我觉得统一这次上来的投手都品质都很好，那都打到元玉吧。我觉得元玉之前在打跟现在打感觉不一样，觉得他在春训这段期间准备的蛮好的，因为指挥不用讲，因为指挥一直以来都准备的很好。然后元玉是新的嘛，然后跟之前比起来，我觉得相对的感觉都还不错。然后奇峰我也觉得今天打到奇峰，我觉得奇峰的转速球位也都还蛮可以，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保持，然后帮助球队。